考研成绩已经公布，各位学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成绩，尤其是刚刚过了往年服务国家线的考生们，是你人生的纠结的时刻。那我的建议真的是你要立刻跳级，就不要参加你第一志愿报考的学校的复试了。当然，你也可能进不了复试。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跳级。调剂到哪里呢？调剂到比较差的，非985、非211、非省重点的院校去。一定要越早联系你所要报考的、所要调剂的院校越早。原因在于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差的高校已经越来越倾向要高分的